passiontimes.hk。好，翻嚟2017年12月14日啊，每日摘新闻嘅时间啊。好，今日呢节咧就系想讲咧呢个咧呢个咧就咧大家咧一见到呢一个咁样嘅题嘅时候咧，都知道系讲呢一个噶啦。今日话说咁啊，今日咁咧就咧有个新闻就话日本嘅 e-sport 啊三个团体嘅呢个统合竞技者嘅呢个咧就咧就话咧会咧发行啊呢个 pro license 啊，即系呢个职业 license 啊咁样，咁啊职业资格啊猎人考试猎人考试啊吓奇怪啦咁样，咁啊话咁咧为咗啊就咧其实就咧要避开日本嘅呢个警品表示法啦。警品表示法系乜嘢咧？即系话咧其实咧。如果你知道嘅話，就係咧，日本一向嘢都有個好奇怪嘅條例嘅，就係咧呢類型嘅比賽咧，個獎金咧低得好撚過分嘅，即係譬如以前鬥劇咁樣咧，三個人一齊去比賽咧，贏咗咧都係得100,000 yen嘅啫，即係搭車錢咯，真係。即係如果你喺關西去嘅話咧，淨係搭車就冇啦，即係搭車錢啊叫做。咁樣係車錢都冇嘅咁樣，咁啊一直咧被救病咧，就話咧呢樣嘢非常之阻礙呢個e-sport 嘅發展嘅，因為老實講好簡單。你不能夠出獎金的話，冇人去啊，冇錢邊個去？咁冇人會願意做 pro， 因為你食唔到飯啊嘛，先啦咁樣。咁或者亦都造成咗個日本嘅玩家好多時要出外比賽嗰個局面啦，即係日本自己國內反而係冇大型比賽嘅，咁好奇怪啦咁樣。咁啊，於是咧，其實咧，佢咧今次咧呢個職業license咧，其實就係為咗避規嘅，即係為咗咧，即係話嗱，我哋而家唔係向一般人。去進行呢個活動嘅咁樣，咁如果唔係向一般人，呢班係職業選手嘅話，咁佢哋就有權得到一個高啲嘅獎金啊，因為呢個並唔係一個即係話公眾或者公開嘅一個博弈或者一個咁樣嘅競技嘅得到獎金嘅一件事啦，咁樣，咁似乎咧就想向住咧 e-sport 咧就行前一啲啦，呢一個咁樣嘅 pro license 嘅制度咧將會啊。最初啊，將會喺啦呢個2月10日、11日啊，莫張咩聲舉行嘅呢個鬥會議喎，即係列哥嗰個啦。鬥會議嗰度咧就會咧喺嗰度啊，咁就會搞嘅咁樣喎。咁咧，但係咧呢個鬥會議裡面咧有趣嘅地方就係呢部分啦，就係咧佢就將會咧向咧五隻 game 啊發行呢個 pro license 嘅喎，包括咗咩 game 嘅咧？嗱，我睇講正常嗰啲啫。Winning 嗱 ，Winning 18。Winning 啊，唔係 FIFA 啊，係依只都好似唔係正常，下邊嗰只就正常啲喎。Winning 嗱，下面嗰只好正常啦。Street Fighter 5 Arcade Edition 即係新嗰只啦，咁就即係將會用嗰只。都係街霸啦，合理啦。鐵拳七明嘅，明嘅都係格鬥 game。跟住兩隻犀利啦 ，Puzzle and Dragon 喎，噔噔噔噔噔，點解嘅咧？噔噔噔噔噔噔噔，鬥快鬥轉鬥快，十級寶，係啦。系啦，Puzzle and Dragon 系会有 pro license 嘅，哦，犀利 ，Monster Strike， 跟住然后仲有 Strike Shot， 跟住嗌啊 ，PAD 同埋 Monster Strike 点样 pro 啊？咪好似以前搞比賽咁咯，譬如 Time Attack 系啊，譬如 Time Attack 20层咁样计分咁样，咪但系会有好多选手惨啊！佢覺得多人課金咪多人玩，多人選手參加。我覺得就好盲點嘅，因為咧點解咧？因為咧其實佢係兩重拗頭嘅，就係第一個 pro license 發俾年齡係幾多嘅人先。嗱，咁如果 pro license 太低，咁你係鼓吹個兒童去做呢件事嘅，即係多咗手機 game 嗰啲啦，你係要問啦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唔係俾咁細個嘅人去參與，因為你要知道喎，譬如 PAD 以前啲轉珠大會佢好多靚仔，十歲就贏冠軍嘅啦嘛，嗰啲係，因為真係轉得好快嘅，冠軍黐線嘅，轉唔贏佢哋嘅喎。咁你究竟嗰個年齡啊，或者嗰個規則係點樣咧，就有啲拗頭。因為你如果你底線係冇定，如果你譬如你話啊行入嚟十歲我就俾佢做嘅，咁俾佢玩嘅咁樣，咁嗰個就唔係license啦，嗰個其實就同校你一樣啦。咁因為你 pro license 你只係揀人啦，揀人咁你。揀個條件係乜嘢咧？年齡最少限制咯。嗱，你譬如你街霸五，我明喎，因為有好多已經真係 pro 嚟嘅喎，個名前面有 sponsor 嗰啲，即係話個人已經本身已經進入咗一個職業玩家嘅態度啊，即係話已經唔做其他嘢，就淨係打機啊。即係好似份即係當工咁做啦，已經係。總之就係即係翻工啦，叫做飛嚟飛去啦，空中大笑咁樣。係啊，翻工飛去就係翻工啦，咁樣。呢啲我明喎，咁但係你PD 同 Monster Strike 呢啲 game。那個究竟想用個咩模式去做咧？同埋嗰件事吸唔吸引？嗱，因為始終我都係嗰句 ，e-sport 畢竟係宣傳嘅一環 ，e-sport 畢竟係賣 game 或者話令到你嘅 game 營運嘅一環。
你哋大家介唔介意要喺 PAD 嗰度要長頭地咧？有啲奇怪。完噶咯，只腳都差唔多好似。唔好咁講，係冇咁講，魔神槍未完咁啫。PAD 都未，都係頭三名，都係頭三名仲係。係好前嘅，排得好前嘅，難搞難搞。咁所以呢個係嗱，我覺得係好嘅，因為我覺得係其實係時候要諗啲方法要避開嗰個警品呢個表示法噶啦。我覺得係誇張嘅，因為其實嗰個係阻住咗日本有大比賽好耐，因為簡單嚟講就係咧，有大比賽都唔會有人嚟嘅，最慘就係冇錢嚟，冇錢，因為冇錢，因為冇錢。你譬如你好簡單，人哋嗰啲比賽可能細細地，可能有$1,000或者$2,000，一千美金、$2,000都係錢啦，大佬係咪先？人哋都有嚿錢，就話有 motivation， 點解要打或者要打 Capcom 個年終賽咁樣？有分計嘅啫，或者話贏到個冠軍，我就有個位咁。入到世界賽，個位都係個位，嗰個獎品都係獎品嚟，因為譬如送你去飛去呢個三環市打決賽咁樣。咁你都係有個實實際際嘅獎品，或者你會喺個年終賽有個位，咁你代表你嗰年都好努力啦，咁樣即係會有個咁嘅意思喺度咁啊。喂，你又冇錢，你又冇名，好難搞喎，係咪先？咁於是就變咗就而家日本就即係始終日本好需要一個佢嘅大型比賽，因為始終你自己有咁多勁嘅人喺度打緊，特別係譬如街霸格鬥 game 主要係譬如街霸咁樣唔係其實乜嘢 game 都係㗎，一定有嘅，實有嘅。格鬥 game 只不過因為佢哋出名多啊，唔係佢哋起步起得早啫嘛，打得早啊，本身已經係咁你真係會出名㗎嘛，咁你咪會打咯。如果你喺日本打 LOL， 你數唔出㗎，其實係因為嗰只 game 唔興啊嘛，嗰度數唔出㗎。其實你數唔出，唔係冇人玩，冇人實有㗎，唔係冇人玩喎，係咪先？或者唔係話冇人玩 Hearthstone 喎，譬如咁樣講，而係你要玩咗，你都有個理由繼續玩落去，或者你可以長期做嗰件事咁啊。咁呢個亦都係搞 pro 嘅一個好麻煩嘅地方啦。咁佢哋會唔會為咗咁樣可以踏出一個好啲嘅一步咧？雖然呢一步好似，但係我諗都係好事嚟嘅。咁樣就係咁啦。咁呢個就係今日嘅每日集新聞。